起赚钱上班就想作战，股市连续超过半年交易日都破万，促成台湾保证法案。其实我们有一度曾经想把这个婚礼取消掉，我爸就跟我说，你立法院都冲进去，还有什么好不敢的？对。尽力拼，冲出台湾，冲第一，拿出魄力，观光新高，事业的新地，新南向飞出国际，农产品狂销国外，破史上最高纪录。社会住宅承诺盖八年内200,000户。你要去弄机器啊，地下电台的国民党会抓啊。后来呢，国民党真的来了，回来，真的200-300个警察就冲进来，就把你机器就抱走。在广播的时候，我就号召群众说要包围警政署，至少300个，大家一起晚上坐夜车上来，一下火车2个。街头跟着自由民主茁壮 ，Starting from the bottom, starting on the ground。台湾队长，让我走上会议，你是台湾队长，队长蔡英文总统。只要是人民的事，那就是我的事。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，那你也是台湾队长。我们不要怕失败，每一次再一次不断的尝试，只要你还活着，你就会更好。很荣幸那同样的就是也谢谢我们的台湾队长，就是一直让年轻人的希望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听不懂台语的举手一下，这五分钟是你上厕所跟抽烟的时间。是啊，就连上脱口秀都比主持人还幽默。警察一出马，歹徒们 put your hands up。打工族有保障，时薪连续3年优化。坚持只做对的事情，不管压力有多大。就算吃力不讨好，我们用成绩说话。要把预算花在刀口上。然后大概只知道我们叫什么闪灵、闪灵、闪灵什么，就以为林场组那个人的名字叫做闪灵。然后，所以我去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有些很热情的阿伯说：“哎呦，闪小姐你好啦啊！”这样。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守护台湾？请作答。只要是人民的事，那就是我的事。中国好怕台湾是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台湾，我们要更加的努力，我们要团结，珍惜我们的民主。好，我们要让这个国家更强大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